队长，这样，一会儿你自己安排，我们就自由活动了，好吧？你们自己玩吧，我找艾静去。行，那你先吃吧，我上去了。好。小高，哎，难得今天 SP 和 KK 的人都在，你一定拉着今天活动的摄影师多拍几组照片啊，粉丝们都要看这个。好的，向总。尤其啊，多拍点无白，我表妹贼喜欢。三总，你放心，包藏心上。好嘞。周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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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睡了，周一，醒醒，醒醒，周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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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，出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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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人受伤吗？去拿我急救箱。拿什么急救箱？是队长。队长出事了，我拿我急救箱。不是，队长没出事儿，是我们要保护队长。保护队长。向总找人想偷拍五百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阻止这件事儿。好，不过为什么要阻止啊？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哦。走。这边呢？我们去看看那个吧。好啊。看看你爱吃哪个？这个吧。那个呀。哎，大哥，给我点五百吧。哎，这个呀。就是他。我先去看看。啊，谢谢。爱情，周一，怎么没有五百跟爱情啊？我们进去看看。哦，走。奇怪，奇怪，找吧。不是，不是，往这边看。谁呀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是向总找到个人想偷拍你们俩，说拍点花絮。这向总。总是想一出是一出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人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，没看见啊。九七周一，怎么是你俩？不然你以为是谁啊？你俩在干什么？逛街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怎么了？我脚扭到了。这样会疼吗？啊，有点疼。没事，我们先走吧，一会儿他们追上来了。哎呦！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买冰块，给你付一下。这应该够远了，他们不会追过来吧？放心坐下。哎，
有了，结账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去那边买点吃的吧，去那边。我们好像都认识很久很久了，不可思议，我变得不像我自己。那些日子，透明的喜欢四处走。买太多了，我们再去那边看看。多了，够多了，我们去结账吧。有你的每一天，无言消失不见。好点了，嗯，应该没事了。我想想怎么了。说好的自由活动呢？这简直是自由搏击啊！我才是要了命了吧？莫名其妙被拉出去逛了半天。都怪伍佰，我要向他要精神损失费。帮我也要去。队长，我要精神损失费。他回了个句号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拒绝了。你可真能联想。我要报工伤。我也要。你们下午不是和 SP 有约吗？还有空骚扰我？哎，对呀，咱们下午不是跟 SP 有约吗？现在几点？哟，是赵云吗？对啊，在这儿。嗯。终于来了，等你们好久了。比赛赢不了，约我们来射击啊！哎，伍佰跟沈哲呢？他们俩行程太满了，别管他们了，咱们先来一局啊！啊，你们谁玩这个厉害啊？我呀。你？你小屁孩会玩枪吗？我都成年了，我向你教过我，不信咱们来一局。行吧。还有谁？神枪手在这儿呢，小米上。你们先打，我先围观一局。那也行，那我来，我来。咱俩来。咱俩一起行，来。43-40。40-40。你们这 SP 年轻的也不行啊，要不然换老将上吧。什么不行啊？可能是枪的问题。行，还是机器人好玩。别嘚瑟啊！来，小米上，教训他们。对，小米哥，解决他们。快！先换枪，小米哥。快，给你。来吧，见识一下神枪手的威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一紧张就手抖。
43，45，45。小米哥，总共加起来不到30啊？怎么可能？是不是你算错了呀？没有。小米哥，你这个当年的神枪手今天是怎么了？不会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喝多了吧？你们 SP 新的一辈也不行，老的一辈也输，不是故意让着我们的吧？哎，刚才是手伸，还没热身呢，再来一局。来呗。喂，领队，我们还在设计馆呢。哦，行，那我跟他们说一声。领队说了，他有事先回去了。2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在酒店大堂集合，一起回上海。行。哎，那正好，趁着有时间，也别说我们刚才欺负你们，刚才那不算，重新开始好吧？你说的啊，小米，好好打啊。太阳，你们先打，我去趟洗手间。那你们谁来？我们来。我也去。哎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我去洗把脸。真没事？我真没事儿。